你听过玩具艺术品这个词吗？这一期中国选手的表现确实值得艺术品这仨字儿。选手们一人抱走一个大画框，今天他们要搭建一幅以童年为主题的 3D 画。跟着摄影大哥屁股后面熬了12个小时，抬头就看到一个阳光大男孩，这活泼的颜色加上诡异的表情，属实给我看的后背一凉。一些六文虎克观众应该发现了，这小丑手指头是用人仔头盔做成的。哎，眼睛是不是动了一下？我们中国选手是绝对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能塞动力组的机会的。眼看着这两个球变成一只大青蛙，眼神追着鱼竿上的蚯蚓跑，越是小的人物越难搭。这两个小孩的技术含量不用我多夸了吧，机械和造型双强的作品，不知道为啥一眼就能看出是中国选手出品的。能动起来绝不闲着的还有一组，小时候和快乐有关的记忆除了踢球应该就是打游戏了，他们给画框直接做成了街机游戏，不知道算不算跑题，但这真的是我在乐高大师里看过做得最好的一次强迫透视了。投入硬币，启动机器，摇杆遥控人物接球，一下梦回到那个因为一部动画学校足球社团被挤爆的年代。本来以为开头的小丑是诡异天花板了，确实是我见书学浅了，刚想说晚上噩梦素材有了，但选手一通解释之下，直接给利益来了一个大升华。他们想表达不是每个人的童年都是快乐的，一些反抗和阴暗的角落也值得拿到阳光下讲述，鼓不了掌点个小红心代替吧。在画框里套娃的我也是第一次见，这组在画框里又设计出了一本童年的漫画书，里面讲的是一个女娲补天的故事，双重 3D 了，属于是这组作品复原了小时候骑的木马，中间是和小伙伴扮演国王游戏时的幻想场景，色彩配比和空间布局看着就是一个舒适。这个机械部分只有中国人才能知道灵感来源，超市门口一块钱就能摇明白。爸爸的爸爸叫什么？今天选手们要为评委的大作赋予新生命，在巨大的冒险地图上搭建史诗场景，评委来参加个真人秀也挺费手的，题目都得自己搭，比如这个大沙盘就要做出六种不同的自然地形，看12个小时的比赛时间就知道又是一场技术赛，最后展示谁不会动谁尴尬的那种。胡子组擅长动物，又拿到的是沙漠地形，优势结合下决定做古埃及神话中的沙漠死神阿努比斯。以前的选手要么机械强要么造型强，作为机械和生物造型双强的胡子哥上来就展示了自己是怎么吊打比赛的。他们想要狗头的大小手臂都做出来回扫的动作，这就需要两个以上的关节，他先做了小的曲柄连杆带动齿轮，齿轮再带动大曲柄连杆。 As the vehicle drives past being squared, it's going to sweep him off the top. Yep. 这部赢真的天理难容了。接着在机械结构上丰满手臂和爪子，填充模型细节，在竞技版的小狗头后面加堵墙，最后放个金字塔。冒险家们路过沙漠，巨大的阿努比斯俯身想要抓住在黄昏中飞驰的越野车，人仔祭司们正在举行召唤阿努比斯的仪式。12小时能达到这样的完成度真是纹身师闭眼秀我一脸，但阿努比斯还是有两处可优化的空间，一个是机械臂外露的部分过多，另一个是评委指出他们的两个场景有些割裂，更好的处理是融合两部分故事，让人仔祭司围在大阿努比斯身边。下一期 It wasn't built in a day. We actually need Rome to be built in half a day. We can try that.